B1 的舞台看到他。好，为您介绍滋贺今天的 Starting Five 先发五人，是由尤爱泽、Brock Morton、长田根平、原以及两位洋助人 Tanner Lesner 以及 Yanis Morin 来担任先发。先把两位大洋将都先派上来了。好，中山这边来一个三分球，有。熊谷找到外线埋伏 ，Lesner 自己抢回来，给篮下的 Morin 漂亮的 reverse。这场比赛很好用哦。哇，自己被打一个转身的投篮 ，It's good。这个辗转在众多联赛，来自美国的阿拉巴马。哎呦，阿巴，这里喂一个小球，长田跳跳人，这边再给，哇，好客气呀、啊！刚才看到，好，球权还是在秋田的手上。Morin 这边有个机会，哇，这个。疏漏比较大，好，直接完成一个 slam dunk。小力，走到熊谷，小鸡，哎呦，被抄掉了，嗯，漂亮，就是要这样子。艾泽一上来哈，先不管他有没有传球，哇，这球碎啦，就是要这样子，转换的快攻，哇，这球很棒。然后慢一拍，跟他们里面的这个控球后卫就是。多如大海，你知道，在这个一票的控卫海之中，你要如何去找到自己的定位？那当然，你要他两个人去扛 Morin， 那就有点意识到他要出手的时候，他就来了一个出手，就是主打一个这个措手不及。哇，中山的切入，哦，然后身体很强壮，长田根平，我抱歉是野本大志，找到 Morton。他一个转身步伐哈，都还没有停下来，还在看一下摩腾刚才哈，这边身体碰触之后一个顺势往左转，快速的转移哈，大家都不会时间太久。哇，这里被拍到了一个火锅，野本往前冲，哇，篮底下给小球，哇哦。虽然接球的人不会那么好处理哦，但是之后这边还是把球给摆进了。刚才在篮底下接球的是长田根平，太对，要小心一下。哦，篮下找到了世冈相，有点稍微有一点进攻宕机啊，之后打的也是有一些乱乱的。不过 Morton 这一颗三分球是个定心丸哦。好，要在日本联赛讨生活，尤其是小个子啊，这个三分球真的还是必备的武器。哇，这边前场一对一 ，Tanner Lesner， 当年也是跟着郑大雄在 UBA 缔造一个连霸的王朝。哇哦 ，Morin 漂亮的跟进，秋田的三分球扣打全部都给了 Tanner Lesner。但他就没有办法投进，反而是这边有 Morton 示范一下大洋投三分。康敏，给到篮底下的哈维尔·卡特，强力的 slam dunk。野本篮下，哇，这个、啊，哇，原田也是用四缸，哇，他的三分这一次有了。原田这么沉得住气吗？不上去压迫吗？中山给到阿巴西有机会，再给 Morin，It's good！ 哇，这球太关键了。Tanner Lesner 来自美国的圣安东尼奥。好，随着哨音的响起，中场比赛结束，比分是73-66。我们恭喜由阿巴西领军的秋田北部喜悦。